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深海迷航零度之下啊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呢来我们这个海底大冒险哈。那么呢，上一集啊，我们好像是玩到了，就是我们好像有找到谁啊？我看一下啊，这边应该有资料吧？哦，我们有找到紧急避难处啊。然后呢，他这边上面说是防队员登陆以来，就是已经有六个月没人住了，所以说我们要去那里看一下，看一下那里有什么相关的装备啊，可以把它一并全部带过来。好没？那么我们在出发之前呢，哇，东西还满满的，我想说要不要先坐一坐？算了，不管了。我们现在身上有水跟我们的这个食物哦，应该是不至于啊，不至于死掉吧？啊，吃一下，吃一下，来增加一下饱食度，喝一下水。OK， 先出发吧，往那个方向走好不好？四百多，现在剩24。好、哦，有了又满了，哦，找到了，在这里。应急补给处，好，我们到了，一个平台耶，这是什么？数据。大量氧气瓶，这是制作蓝图吧 ？Aqua， 然后就这样没了，就它就这样子没了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带走之类的吗？干他无呢？没有，哪里过来？好吧，回家，四百多有点远，路边有东西就先捡一捡好了，紧回去哦。哦呦，外面在放闪电呢 ，combo， 一直在啪啪啪啪啪，我可以直接走上面吗？走上面会不会被雷劈啊？哇，这边不让我上去，还下雪，零度之下，那个温度一定是他妈的零下18度、15度、20度，啊，超级冷这样。嗨，你好！我还真不知道这些企鹅捡起来能干嘛哎、欸。企鹅鱼到底能做些什么东西啊？饲养它吗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刚刚捡到了加大容量，需要两个玻璃、四个钛，还有一个银矿石，再一个标准的。我们好像没有这种东西，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先做玻璃好了，太占空间了。对，没有错。我们先把一些能做的东西先把它撸一撸。腌制哦，先不要腌制好了。玻璃做一做，省一下空间。好，做完了，再来就是水的部分。刚刚捡了不少、哦，可以多喝一点。OK， 圈圈鱼结束。储物箱哦，想说要不要考虑再弄个储物箱好了。还要四个钛，但我没有钛说，玻璃倒是一大堆，还有盐巴。好满哦，也太满了吧。喝一下，喝一下。OK， 继续哈、哦。我们要找到银矿有点难呢。银矿到底要怎么拿？我觉得那个应急站的附近应该会有一些银矿吧，个人猜想。小岩仔，哎、欸，扫描一下，捕鱼器，引力陷阱，多了引力陷阱，哎呦，感觉可以哦，
引力陷阱拿来捕鱼的，待会来学一下好了。扫一下啊，水下天推进器，这个也必须扫一下，很重要。哦，冲击炮哎、欸，哇，不错哎、欸，这些捡起来石英，这些东西扫一扫，哇，可以学的东西更多了，帅哦。欸、那是圈圈鱼，我想要扫一下。这个鱼看起来超屌的，巨型冻鱼能干嘛？不知道。哇，要扫好久哦。Tape 查看一下，能够分泌氧气，行动缓慢。前提是要能碰到它就可以有氧气。我碰一下，它会攻击我啊。Hello？ 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哇、哦，死给、欸！然后这些鱼会攻击我啊！我操，咬三小、啊，是在凶极一点的、啊。我没有回来了。哇，我觉得银矿这里一定有，来等我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先驱者科技先扫一下，感觉这个很有用。哦，这就是拿来做一些船舰用的东西。好，我等一下上去再下来。我们包包多少了？我靠，这么多、哦！嗯，丢一些必要的好了。刚刚下面有一个很深的洞穴哦，我们先储满氧气，我们再往下，就是这里了。这个吗？哇，居然是胎血根草，这是干嘛的？血草，血草什么东西啊？盐，哎、欸，这什么 ？Oh my god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本土生物会不会攻击我？不会，完全没有要攻击我的意思。好喽，快要找不到出口了，我要死喽！铁矿石。啊！找到一颗银矿石，好，我要走了，该走了。拿到银矿就先撤了，到时候再说。我们可以进去，来得及。哟西，回来了。我们看一下工作台都有些什么。哎呀，水下推进剂居然要润滑剂，润滑剂需要海藻种子。我刚刚我的仓库好像有两个，可以做一个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带状种子哦，带状种子电池跟这个，哎、欸，这可以先做。我们先来做，我们先来做水下推进器好了啦，润滑剂跟电池嘛。来，东西好多、哦，我觉得我们先把我们的钛合一合好不好？钛可以合什么？好多东西，干呀的。哇，石英只能拿来做玻璃。哇，欸，他也可以做这个啊，啊，做一做好了、啊。真的是受不了哎、欸。嗯，暂时先放这里。拿气啦，太多东西了。拿去给你，都通通都给你，嘿。欸，阿董不见了。哦，在这里啊！啊，不能取名字嘛，就直接叫储物柜啊。好吧，反正这样子他也不会乱跑啊，你只要不要乱跑就好了。OK， 这样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可以拿来做我们要的嘛，这个也是。电池一个，有了。再来是。我们的油啊，油也做了，水下推进器完成 ，Oh yeah， 太棒了！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引力陷阱，利用人造重力吸引较轻的物体，试试看吧，没有玩过。一个电池， 这怎么玩啊？放着它就自己用了吗？好了。
然后私放，哇塞！好方便哦。它是吸附近的，可以无限使用哦。这边一整群鱼群丢过去不就好了？吸？怎么只吸这个啊？说好的吸鱼呢？说好的吸鱼呢？我在想说，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稍微放在这边，让它慢慢吸？反正它不会没电嘛。它爽吸什么就吸什么。为什么这些鱼明明就飞过去了，然后它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？它这个做法是什么？我丢这里看一下好了，看它吸什么。没反应。算了，我就把它放在家外面好了，反正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。丢，慢慢吸，你吸爽吸好，吸满随便你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要做。这个大容量的嘛，我们已经有银矿石了，所以说基本上不用担心。难获得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了。OK， 那么接下来就是玻璃跟钛哦，钛这边两个玻璃，还有钛，我们钛这边刚好四个，可以做了吧？那可以了，本来是最高95嘛，现在变多少？135，哎呦呀，超屌的，已经135了。而且他这个一个角色只能装备一格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对，这边是显示一个氧气瓶，所以说只能装一格。然后装甲部分我们好像还没学到吧？对，他这边没有办法制作什么移动装甲之类的。手电筒我是不是还没做？之后再说。气囊、冲击炮、扫描更多的碎片来解锁啊，这个我还没学完嘛。东西好多哦。真的很多到时候来做一下这个，焊接器好了，因为有一些地方你到达之后必须要使用焊接器，维修完之后才有办法进入，比如说门坏掉啊，用焊接器维修，或者是说我们这个避难所损毁了可以用焊接器来补修一下。OK， 好吧，收集的差不多了，那重力球还蛮好玩的。我把它丢到哪里了？我看一下啊，丢这里，完全没反应，呵呵。好，可能这个需要用在那一种难以捕捉或者是难以取得的那个东西，才有办法派得上用场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待会呢，准备再前往那个拿到银矿石的那个地方哦，去那边看一下那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哦。然后在出发之前，我先把一些不太需要带在身上的东西放一放，好像这个企鹅，真的不知道企鹅是干嘛的，实在是太好笑了，这到底是干嘛不知道？哇，这直接扣18水分为什么？生命只会扣掉这是为什么啊？烤熟的圈圈鱼，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不能？上级的命令。我们会尽力怎样？而且他们不是人类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。他说什么？山姆，我有线索了，在200米以下的曲折的桥上有一个外星人避难所。然后罗宾就是我吧，我要回到研究站了。他说你不能这么做，为什么不能？上级的命令，我们尽力让你生存下来的，只是因为我的工作要比诉讼费用低吧？是因为你的玩世不恭才让朋友困在那里的。当然了，而且他们不是人类，谁啊？说真的，我不知道他们一直在说什么。文件在你的数据库里面，请自便，但告诉我们你发现了什么，别给我们惹麻烦。他应该会把那个200米以下的那个外星人的避难所给标记吧。他说在哪里啊？曲折的桥上。
这个到时候必须得找找了，是不知道在哪里啊。我想说这个东西吃到一半，突然跳出一个讯息来，水下推进器。我要新的东西哦，拿到什么？嗯？什么都没讲这样子，什么声音？完了，欸，那怎么会有鲨鱼？完了，我要溺死了，直接溺死！哈哈哈哈！哇啊，我溺死了怎么办？并失去了一些物品，并不是失去了一些吧，是失去了一堆吧。好，算了，不管了。玩过头，玩过头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看来我们的食物要重新收集了。丢，有哎，哇，超有用的。哇，直接吸进来了，好爽哦。还跑，还跑，呜，哇！欸，我把它捡起来了。好，我们到了，一气呵成。这个我们扫过了嘛 ？OK， 一气呵成，往下到底。看一下我们能找到些什么东西来啊？这个我们已经扫描过了。嗯，哇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大一坨，可以砍吗？不行，这又是什么？不能扫，补充氧气的植物啦。一次能补多少不晓得，补完它就直接合上了。哇哦，哦，那边有氧气。补一点，补一点。干蝎，谢谢大大的无私分享。这边有气儿。哇，越来越黑了，我会不会被咬死啊？哇，这边好可怕哦！这边也太可怕了吧？有没有人是那个幽闭恐惧症的？玩这个游戏应该吓得不要不要的吧？我觉得我应该先回去了，因为我们没有电池。如果我们有备用电池的话，那基本上是不用担心。但我们现在没有电池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周围探索。多做一点电池啊！看一下怎么使用电池哦，按一下 R 哦，可以，有两颗，好，有了，啊，这可以做替换哦，所以说原本的那一颗电池8%的还在这样子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哎，哦，这边在这里，这个储物柜放满这些东西。循环呼吸器，欸，我什么时候有这个东西的啊？在深处潜水时节约使用氧气，可以吸收呼出气体中的二氧化碳。线盒要怎么做？有新东西当然做啊。这边没有讲线盒，哎呦哎，欸，两个银矿，哎呦哎，嘿嘿嘿，哇，可以马上做出来了，好爽哦。啊，可以马上做了。我们这边有布，不是吗？耶、yeah ！总而言之，这个是可以让我们，哦，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溺死就对了。我直接装上去了，好帅啊！那么在深处的时候呢，它不是会显示什么100米以下，你的氧气用量会提高。戴上这个之后，哦，你就可以稍微，哦，不会这么的。耗量不会这么的多啊，啊，是这个概念。还有什么可以做？手电筒哦，嗯，做一下吧。啊，就做看看好了，真不知道在干嘛的。好，
接下来呢，我们去找一下这个资料里面所说的啊，200米以下到底在哪里啊？外星人的避难所在哪里？它只有一个图片这样子显示，谁知道在哪里啊？管状的桥梁，我记得我们在游的时候好像有看到管状的桥梁，对不对？好像是有看到哎、欸，哦，是不是前面有看到有管子的？是那个吗？那个浅灰色的管子，有没有？各位有没有看见浅灰色的管子？是不是那个地方啊？那地方是外星人的基地啊？这边不给上去，哇塞，那是什么挖哥秀 ？Oh my god！ 他应该是不会吃我吧？这种东西看起来就非常的和谐、和蔼可亲。嗨，你好 ，Hello， 这个是金鱼鱼吗？哎呦，穿过啊，是巴巴的，扫一下，扫一下，发光金鱼、欸，哎，哇！死给！看看它的功能是什么？本土鱼，它没有做任何的解释，哎，没做任何解释，哎，发光金鱼还有长翅膀，死给哪？啊，为什么这些鱼全部都要往上游啊？他们感觉好像死掉了，那种感觉，那种细体啊呢？哦，越来越清楚了，这个这一条，晚上啦 ？What？晚上了，完蛋了，更可怕了，我要往上游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啊，伸手不见五指呢，回家的路在哪儿？我怕了，可以让我回家了吗？林北放弃找这个管官了，行不行？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先回来整顿一下。呼，飞太原，灰太原啊，什么声音？什么生物在我们这边？欸，小我们，应该是不会有事吧？好吧，我们电池差不多也做了这样子了，我是想说算了，我们下一集再去好了啦。今天这一集差不多先到这边了，我们下一集再去找这个所谓外星人的这个基地哦。对啊，它在200米以下嘛，我们到时候再想办法找。好，我们已经准备好，就只差要准备出发而已啊。好不好？我们下一集再进行吧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到这啦。如果喜欢我片的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笑，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再继续我们的深海迷航，离肚子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